金喊金。喂，要出现，不要叫，不要赶了。他现在开始在喝水，他快好了。好，拜拜。他说，他讲他是没有要开始吗？所以现在跟他讲了吗？讲说，不然没有没有。我们刚刚是几分开始？5分。所以他这首真的很久。半了。也怎样？所以现在怎样？开门它就亮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是亮的。对。OK 吗？不行，主编不好吗？我说你怎么了？你不要来选，你知道吗？很臭，传讯骂干娘。我觉得我这样等了大概5分钟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啦，用好比较重要。怎么可能出现这样吧？那我就把你骂他，这屁啊！